古蒸鱼宴皮薄馅多，饱含油脂，其最大特点就是宴皮形似纸状，洁白光滑细润，散发出鱼肉的鲜味，口感软嫩，韧而有劲，肉馅紧实有弹性。宴皮是古蒸鱼宴的口感关键所在，其精华主要通过食材和制作工艺力求鲜美。古蒸鱼宴主要食材取自生活在水上船家淡民海钓的青鳗鱼，青鳗鱼肉严格按传统工艺制作，只留中间背脊部位鱼肉，顺势刮鱼肉，去掉刺、皮、鱼头和内脏，最后将剔好的鱼肉剁碎，放入古法器具内，加入适量的食盐，掌握适度的力道和时间，反复搅拌成为细腻均匀的鱼浆，再用上等的番薯粉将鱼浆搓成长条形，按比例切成小段，用擀面棍擀成适当大小的鱼宴皮。内馅的精确选材将更好地诱发出鱼宴的鲜味。古蒸鱼宴选用上等鲜猪肉剁成酱，调入青虾、酱油、葱以及熬好的土鸡汤做成馅，包成元宝形状。